对热舞社原本向往是什么？原本向往，向往，跳舞啊，就很帅啊，感觉蛮酷，很瞎趴的跳一支舞，哇，超级屌，感觉太屌了吧？舞台吧，就是喜欢表演，然后喜欢跳舞，是想跳 solo， 就是那种。表达自己、表达音乐的比较自由的那一种方式，那种跳不是排舞，所以说才加入热舞社。第一个跳舞，第二个可以听到音乐就跳舞。就是说看到高三学，那时候现在大一学长的惩罚影片，然后就觉得很屌，然后就以为加入之后就可以马上变那么帅，然后不用超多基础，然后就没有，现在是很废。我国中想要练车空翻，就在八项已经看到有一只舞，它有个后空翻，然后就很认真看那一，我就很认真看那表演，就发现那个感觉蛮酷，然后我就加了热舞社，帅啊！就感觉在台上飞来飞去，跳 break 已经屌了。第一点就是热舞社跳舞嘛。然后就想要在跳舞方面找到一些情绪上的抒发，然后就对热舞的喜爱，然后就能在这个社团就找到自己所爱，然后跳舞。然后比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想要交一点好朋友，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照顾。那时候我还刚进来的时候，我还分不清楚 Popping 跟 Locking 是什么，然后我又以为 Locking 是 Popping， 然后我就想说我想加 Locking。再来第二点就是，算是交朋友的部分，就希望能在社团中或者是这个热舞圈里面，就是找到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啊，然后就大家一起练舞啊，一起聊天，一起朝这个算是目标迈进。反正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 Popping 很帅，然后就很想加入热舞社。我原本没有对热舞社的向往，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加什么社，然后我又去看了八校的迎新，然后觉得热舞社很帅，我就加了。让我们欢迎 Locking 加泡面的主题舞 Ear。Oh,
Thank you.